好，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程序委会第十一届第一会及第十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3年五月21日星期二中午12:49-45，地点红楼20会议室，出席委员范文云等19人，主席沈文发会。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十一届第一会及第十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一届第一会及第十五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一，国民党党团另为四名提案，增列第21案暂缓立案；台湾民众党党团另文国成提案，增列第10案至18案暂缓立案，区域均照议程草案及增列报告事项通过。讨论事项一，国民党党团另文四名提案通过，编列11案。二，请愿案件一，依请愿法第4条，系属应提起诉讼之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共29案。二，依立法院咨询刑事法第65条，函准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共26案，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之处？没有。好，议事录确定。那请宣告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等事项。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16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13年五月31日星期五、6月4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徐富奎等据地方制度法将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通委员审查。四至十，委员林淡化等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及其遵义长书补助费补助条例将内政委员审查，动物保护法、公司法、自来水法、多层次传销管理法将经济委员审查，产业创新条例将经济财政两委员审查。十一至十二，委罗志强等据卫星广播电视法将交通委员审查，国家机密保护法将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三至十七，委员罗廷威等据十一至十二，委员罗志强等据卫星广播电视法及交通委员审查，国家机密保护法将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三至十七，委员罗廷威等据陆海空军军官事务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审查，殡葬委员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性别平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十八，委员陈若康等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十九，委员林俊宪等据青年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二十至二十一，委员陈廷飞等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二十二至二十三，委员王宏威等据律师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警察人员事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审查。二十四，委员涂圈记等据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交内政委员审查。二十五至二十六，委员郑天才等据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审查，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审查。二十七，委员陈素月等据劳工退休金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二十八，委员柯志仁等据私立学校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二十九，委员沈柏良等据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三十，委员徐新义等据技师法交交通委员审查。三十一，委员严宽敏等据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审查。三十二至三十六，客委会、国科会、教育部、经济部、侨委会等函送财政财团法人管理委员会等112年度决算书案交相关委员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13，委员杨秋英等据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审查，植物诊疗师法交经济委员审查，私立学校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四至七，委员柯志仁等据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委员刘许廷等据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八至十二，委员张家俊等据公司法、职务诊疗师法交经济委员审查，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审查，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国土计划法交内政委员审查。三委鲁明哲等据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审查。四委严宽敏等据警察人员事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审查。十五至十九，委员黄文辉等据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交财政委员审查，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审查，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就业服务法、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二十至二十三，委员赖世葆等据兵役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审查，资源交易法交财政委员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审查，
就业服务法教社会福利机会中环境委审查24-25文林倩琪等据原住民族教育法教教育局文化内政单位审查自高级中等以上学校退场条例教教育局文化委审查26文卢宪义等据医疗法教社会福利机会中环境委审查27文陈进会等据加实行及非加实行音乐税法教财政委审查28-29文徐教新等据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教经济委审查学校营养饮食供餐法教教育文化委审查30文王玉明等据藏文管制法教社会福利机会中环境委审查31文林德福等据电影法教经济委审查32文廖先祥等据都市计划法教内政委审查33文郑天才等据警察人员事条例教司法及法制内政单位审查34文张志伦等据不动产估价师法教内政委审查35文吴忠宪等据刑诉讼法教司法及法制委审查36-37文林思明等据警察人员事条例教司法及法制内政单位审查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离职资遣条例教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审查38-41文王小云等据有线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教交通委审查监察委行为法教司法及法制委审查42文李彦秀等据公平教育委员会主持法教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审查民党党党团体已增列43-51文王黄杰等文郭玉琴等文张黄璐等文张爱玲等委员林月琴等委员李波仪等委员吴秉睿等委员陈佩玉等委员沈柏阳等分别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教内政委员审查52-55委员赖慧媛等拟具国民年金法长期照顾服务法教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审查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教内政委员审查所得税法教财政委员审查56-57委员林月琴等拟具学生辅导法纪念基本法教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文艺审查58文钟嘉宾等拟具刑事诉讼法教司法及法制文艺审查59-60文陈冠廷等拟具国家安全法教内政文艺审查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教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文艺审查61-63文洪生汉等拟具医疗法性别平等工作法教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文艺审查64文章文物等据营造业法将内政委审查65-66文陈廷飞等据离岛建设条例重要企业法条例交经济委审查67-68文吴清明等文王美惠等分别拟据宗教团体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申请条例将内政委审查69-71文吴丽华等拟据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教教育局文化委审查警察人员人事条例教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审查教育人员人员条例教司法及法制教育局文化两委审查72委员陈佩玉等拟具学校午餐及饮食教育条例教教育局文化委审查73委员张雅玲等据人工生殖法教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审查74行政院函送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请同意案叫交通教育及文化两委审查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75-81台湾民众党党团拟具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将内政委审查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审查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叫司法及法作为审查中高龄者及高龄者就业促进法劳动基准法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审查电信管理法叫交通委员会审查公职员选举罢免法叫内政委审查82-83委员吴忠诚等据所得税法叫财政委审查举人事项行政院长报告施政方针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开始请登记发言的委员发言第一位我们请张委员雅琴发言案由针对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16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质询事项及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并被质询，建请照议事日程草案及增列报告事项通过。提案人民族进步党。好，谢谢。那第二位，我们请沈柏阳委员发言。啊，你取消发言，好好没。因为沈柏阳委员取消发言，那我们现在所有发言委员已经发言完毕，那我们现在先进行处理。请问对张雅琴委员提案有无异议？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念错，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边先跟那个张亚玲委员说声抱歉，不好意思，是我的错，道歉。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对张亚玲委员提议有无异议？有异议。有异议，好，好，有异议的话，因为报告委员会在程序会时，如果大家对议程无共识，那依据第八、九、十届时对于这个议程无共识的时候，我们是将草案送院会。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依据前例本席宣告本次院会议事日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原例将本次决议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好，那再来。好，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主议题及诉讼之事项者，共二十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就人民请愿案部分。好，没有异议的话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好，那没有的话，现在散会，谢谢各位。